光天不负有心人，我终于给古二姐淘到大宝贝了，都挣几千万，几千万的大宝贝，下半辈子后几辈子都不用吃。那我能看一下吗？你请拿情况的。好，行。啊，要要。那你这个可厉害了，老哥。哎，奉天省了一两。介绍说是只有仅有一枚。那你说的应该是拍卖会，拍了4050万。对，但我不相信他会，就是洋币，他也不可能仅有一枚。为什么呢？你想啊，他这是洋币，他也得有备用吧？哦，有道理。对不对啊？他这个你要知道，战乱时期这个东西，他肯定是。走死了哦，散落命年。藏宝于民哦，对对对，对我所以说我都没事了，就是拍到这到古二街上去淘宝啊，哎，终于叫我套住他了，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大爷、哦、哎呀，当时他不懂，他给我要2000块钱、啊，然后我给他还价还到500，弄到手来了，这家伙大宝贝啊、嗯！我期间我也问了，我也找了好多人啊，看了。有说真的嘞，给几千万啊，也有说假的，他哥真假参半，所以说我不太相信呢，我所以说找个咱本地的，然后叫老弟你过来看一下。哦，那你老哥啊，说明你还了解过，春牌确实是4050万，嗯嗯，但是啊那是真的，据史料记载啊，确实只有一枚，嗯，你说的藏宝于民啊，咱不能反驳，但是嘞。啊，但是嘞，咱看你这个实物啊，首先啊，奉天一两为什么那么少吧？因为奉天省啊是大清朝的龙脉所在，当时啊，大清朝对它展开了长达300年的经济封锁，造成它的经济非常落后，而且它也没有造币厂，市面上啊银元钱币紧缺，大部分流通的就是外国的钱，比方说日本卢布，还有本土的银票。所以说啊，在光绪29年，也就是1963年。奉天省嘞就开始发行银元，当时预计铸造了一种就是库平一两和这个7钱2分。嗯，之前咱的北洋龙啊，像22、23、24也发行过元角粉单位计量的，但是嘞，嗯，有模仿外国的嫌疑，所以说就发行铸造了以两和7钱2分计量为单位的。然后嘞，你这个，这个看着不对，奉天库平一两为什么那么少吧？因为他当时试铸洋币只试铸没有发行。为什么没发行呢？因为啊，当时呢，咱们的7钱2分是接近国际的一元了，老百姓用着比较方便，也用习惯了。但是库平一两的话，折算不方便，所以说就没有发行。然后就发行了库平7钱2分的。如果说是库平7钱2分的啊，普通品相的话也要大几万。那你说的不对，咱中国的钱都是以钱两计算的，哪有说也交分了？那都是外币才会那样做。是这样啊，因为当时清朝比较落后，咱的铸造银元的机器啊，大部分都是外国产的。你看这还有英文的，这是为什么吧？因为当时洋务运动啊，为了表示经济开放和与世界接轨啊。嗯，就特意加到了这个英文，这有英文的是真的，没有英文的是假的。咱的北洋龙啊，也确实发过元角粉的计量单位。然后呢，像你这个哥，你这个确实不对，你这个一眼看的就是现代的工艺品，而且啊，过去的明清时期的一两，并不是现在咱的50克，是37克3，而且你看你这个器型是7钱2分的器型，但是标注的是一两。这就是一个致命的漏洞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你看这个币面啊，工艺非常粗糙，一眼假的东西。而且我点你这个重量啊，看你这个厚度尺寸，你连印都不是。我估计啊，你这个成本也就是5块钱的成本。那不可能。那有人说真，有人说假。那他再一个，这历史记载上也没有说是确定就一枚洋币吧。是的，是的。而且这个东西它哪有没有保存完好了吗？我给网上对了，它是一模一样啊。啊，那你对网上应该不是一模一样，光那个龙都长得不一样，这是其一。其二的话，你参考一下网上的数据，看尺寸可重，你量一下称一下。老板，你这还是，我还是不相信你啊。那有人说真，有人说假，你说真了叫我去，我不中了、啊、我还是得去。给你报价多少钱？报价5000万。是这样，老哥，你花500块钱卖5000万，这翻了10万倍，不现实啊，老哥。像那
那年都管监了，我都不管吗？你对对对，很多老百姓啊都有这样的心理。但是啊，就实际而言啊，咱们第一没有国营的技术，不排除咱有逆天的运气。但是你得靠谱啊，你这个完全尺寸你都对不上，这说明就不对了。这是其一，其二的话，那些给你报几千万的，我教你个办法，你去咱古玩街买个1块钱、2块钱的铜钱，给他报要几百万，他照样给你。那都是骗你各种费用的。那不可能。有一半人说真，一半人说假、嗯、他那么他最起码有一半的几率。老哥要搏一搏、但是我倾家荡产我得搏一下子，如果说有真能的了，我下半辈子不用奋斗了。嗯，老哥哪怕就1%的机会啊、我也得去搏一下子。老哥你可能还没听明白，首先你对音乐不懂，其次呢你对比这个图片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是你对比念的可重啊、这个东西啊我只能给你说到这儿。我建议你啊多去咱们这当地的水利店多问问，尽量别去那了，那都是骗人的。你这个，请大请吧，还弄好。嗯，那我不甘心，我还得再去一趟。